想的时候，记得抬头仰望清澈的天空。金矿不足，你的采矿单位饱和了吗？需要更多金矿，这堆石头可以用吗？你没有足够的金矿，你没补给了，金矿不足。我需要更多金矿，金矿不足。
这堆石头你干净哦，喷喷秧料，感谢订阅。金矿不足，你的采矿单位饱和了吗？金矿不足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文主义是难以摆脱。我知道你肯付出，却不懂该如何表达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我知道你不喜欢承认世界的伪装。我知道关于未来，你有自己的想法。天地万物都有存在这世上。我来了，在阴影中。没有一个人有放弃的权利。我会牵着你的手，但是路要自己走。我们和阴影是一体的。我是日食之手，有一天我会放手。因为路要自己走，失去方向的时候，记得抬头仰望清澈的天空。我来了，在阴影中。纯属幽能网络虚空。我是这世界有你的幽灵。先这样，你需要一种一个小区。存在这世上的意义，没有一个人放弃的权利。功能瓦斯不够了，我会牵着你的手。我给了命令，但是路要自己走。非常明确。在阴影中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，高能瓦斯不足。我来了，在阴影中。我来了，在阴影中。很有趣，为了决战。会按照你所说的完成，遵守你的命令。我们还要守你的命令。永不屈服。虚空是命令，我是日食之手。我们还阴影是一体，我是黑暗之心。我是黑暗。
了，非常金矿冒烟了。所说的完成，我是玉。
哦，是不是快十二点了？我这边已经很优势哦。工兵领，哎、欸，没有，他工兵比我多哎、欸，猛哦。他工兵比我多哎、欸。干草莓塔的懒觉正常，大屌侠，升等了，你说你的那颗石头吗？可以啊，你的那个石头的价值绝对超过一首歌的那个价钱哦。哎呀，没办法、啊，我都听那种跟我个性比较接近的那种歌曲、啊、欸，其实到这边我都还是劣势呢，好猛哦！干他唐老鸭，他一开始那么亏的情况下，结果他中间都是优势。他输是输在这一波，他这一波太亏了。不然他前面到这边，我这边我觉得我交战是优势的哦，就。这波吃完我就赚回来了。啊，对啊，哎、欸，你前面工兵比我敢补哎、欸，而且我们打法一模一样。你今天不是要投我风口吗？风口闪追，我跟你一模一样，我也是风口闪追。靠，我妈妈镜像开局。这边我就赚了，我这边杀了你一波浓后我就赚了，然后就开三框。这边开始我开始是确定优势，而且我，我这都还没攻防，那样一攻了对不对？这边再来看一次啊，这边好漂亮啊，这种赏心悦目的操作，对，宗师的操作有没有？有没有看到两个宗师的闪追在变操作，就是长这个样子。白痴，我这边打人类太烂哦，帮我找到上宗师好吗？我等一下他妈我分析给你们看，为什么我上没上宗师？我把我的那个统计表拿出来给你们看，你就知道。干，人类那么白痴的种族。
哎，这也是关键点，这里开始确定了那个这场比赛的胜负吗？看一下，这边我3700，他4100，他兵比我还多。哇！教室死光，只是伤不起。我靠！我两个白球被吞没掉，厉害！这两个白球没死差超多，可我上已经真的蛮，看这一波真的蛮赚的。看一下老鸭视角，我这边的想法，我原本这边的想法是这样子，我想要用我这一点兵，对不对？你看两颗白球，加上一天果然是，我想把它引过来，引到这里，然后我在这边上来跟这边上来包他这边的兵，就老鸭没有过来。他这边空，这边脑压的猎光球没有操作好，不然的话我上面的兵可能会被吃光。这他这一波没控好，这空大哦，不然我这边的兵可能会死一半哦。对啊，老鸭的那个打法是高手玩法，我这种是只要 A 上去的，不太一样。我这种的打法比较不会失误，老鸭那种打法不失误的情况下超神。我没有呛啊，我只是单纯在分析说，闪追加猎光球这种组合真的超吃操作的。然后你用提速狂、白球、不朽者这种组合，基本上只要 A 上就好。懂意思吗？我并没有说我的球会玩的比他好，但是我单纯讲我的这个打法比较简单，不用操作。但他那个打法比较需要操作。我想强的猎光球有办法炸狂人士哦，我有遇过。